无聊哎、欸，玩嘛，跟同事一样声音啊。那要不我给你们玩 I Q 的游戏，随便什么都可以，快点拿过来。不要给你，抢到了。哎呀，这个是很像很简单哎、欸。现在是四个袋鼠一起玩就是了吧？不一定哦，其实有点难哦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里面。哎呦，弄乱了！已经打开，晃得太大力了。抱歉，是我晃了。我感觉太兴奋了，我就所以里面会有五颗珠子，然后被一个塑料袋包着，然后还有可爱的仓鼠们。第一个是橙色的，为什么越来越可爱啦？第二个。黄色的，还有吗？哦，还有一只灰色的，还有一只黑色的，黑色的好可爱哦！看它的尾巴。我看你只是喜欢黑色吧。No, 全部都喜欢。还有一朵花都可以转哦，这个也是可以转的。还有一个盘子。等一下，我们要用的最的主角。嗯。这个呢也是算是主角的一部分吧，因为它是说明书。这里面有60个关卡。它这里可以教你要走几步，走几步，然后第几题。嗯，要跟着它的形状开松鼠。没错。然后这里呢还有其他的产品。没错。对呀、啊。看一看，大概看这一页就好。还有别的产品啊，这个就这个是别看了，不知道。就是这个东西要说明怎么玩的，我们在开箱之前已经想好了。我们现在开始玩啦！我们现在来开箱，我们先看第一个说明书在哪。第一个说明书在这。那么因为时间不够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东西只玩两次。OK， 来，我先帮你们排哈。我们只玩两关哦。猪猪呢？猪猪呢？在这里。放猪猪下去，你看这个跟这个就是一样的，你就可以开始玩了。明明就差不多吧。第一关谁玩？我玩。OK， 那我们就看他玩吧。然后剩下的这两个呢，应该可以放旁边。走三步。他说要走三步哦。一、二、三。每动一格算一步，不是这样就算一步了。所以我们要拿起来，就可以从这里拿出来那个珠珠。然后再玩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。这个外带也可以哦。第二个是你玩啦。哎呦，第二个我来帮你们排哈。好像有点难呢。你也来试试看吗？你试吧。有点，答不是这样。是这样，答不是这样。好像是啊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那你可以玩咯。这个走几步啊？这个要走四步。那么，我知道。一、二、三、四步过了，就第二关就破了。金子下面拿出来，然后这个要外带也是可以的。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关起来啦。可是关起来盒子放进，是我们最好是这样。可是我们盒子呢？盒子在这，可以开始收。哎呦，你欺负仓鼠！然后就把这个盒子放下去。说明书放里边。还有猪哎，这里。猪。然后可以排好那个。这个是这样的。来，猪猪。然后还有一个。应该是这样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，这个不是放下面的吗？对哈，我忘了。然后就带起来，也可以带去外面玩哦。喂。但是这个只能一个人玩而已。好了。没有，这是两个。可以玩。几个人都可以玩哦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很无聊。是吗？那这个嘞？哇，这是冰块，这是企鹅的孵化。
到底。后面是长这样，是要这样玩的。所以我们打开吧，来看看，看一下里面，他直接帮我们包好了耶。那么这个就可以。还有说明书。照样有一本说明书，也是一到六十题。还有这个，这个也是其他产品。没错，刚才看到了，不需要再看。然后也有一个，他已经帮我们弄美美了，没有像刚才那个。然后这一个呢，也是这样。一样打开。然后里面有四只企鹅，是这种的拼块，是不一样形状的。没错。然后。说明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关要怎么排。OK， 来，我来排给你们，你们玩。那么第一关也同样是新罗玩哦。对。第二关才是。是这样吗？我检查一下啊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！应该这样。你看是不是有点难呢？第一关过了，欣安，第二关，我来排。OK 了，你来排，看看第二。好可爱的冰块，冰块有一高一低的耶。当然，不然怎么叫冰块？对，是一只子，哇，好可爱的企鹅。对，啊，很欢。四只都是这样的。这是第二关的排法。给我看一看。给你吧。它是怎样排的呢？是这样玩。我知道了。等等，我玩还是你玩啊？哦，这里是这样的。是他玩哦，你要等一等。也不是。没有啦，给我这个。这里呀、啊。这个就是在这里。你看，第二关也玩完了。好了。那么，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的游戏的话呢？你们应该可以去那个 LI 的 shopping mall， 还有，但是好像很久了呢，不知道你们去的时候还有没有？好久了。可是现在不能去啊。对吼，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与分享出去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